掌声。那今天晚上呢，非常的开心以及荣幸呢，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的节目当中，来演唱歌曲。感谢我们的北环合作社啊，那我们的中原会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到现场，我们来演唱歌曲。大家今天晚上观赏节目开心吗？开心的话，掌声再听一下好不好？谢谢你们还留到那么晚呢。对，那么晚哈。那今天呢，是我跟郑永恒有这个荣幸能够一起合唱啊。对。也要感谢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。是。最近一直让我们有机会合唱。啊，有机会啊，跑跑台。对。然后呢？唱好歌给大家听。对。然后呢？就已经呢，好像越来越多朋友说我们是舞台上的金童玉女。没错。他是金童。我是金童，他是玉女。金童玉女啊，来，我们来唱一首情歌好不好？那安排一首情歌送给做朋友。咁呢首歌咧叫做《相思》，有少少相逢风雨中。哦，相思风雨中啊，送俾大家。我好耐冇唱呢首歌嘅。
太白般愁，相知爱意浓，情海未苍黄，痴心如兰花，纷飞降枝涯，但愿他日重逢，夜漫漫路上珍重。唱咯，系啦。咁呢個時間咧，我哋就爭取時間唱一首咧，送俾在座每位朋友，也送給我們的，就是我們的 live 啊，前面的一些的朋友。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跟鄭永恆唱歌曲。那也感謝大家一直收看我們的 live，OK。